是对于自己居住的地球，人类也是知之甚少。而宇宙中令人震惊的情况就更多了，下面所说的这些还仅限于太阳系。一，天王星躺着自转。天王星乍一看是个毫无特色的蓝色星球，但它的自转轴是几乎是对着太阳的，这点和太阳系其他行星都不一样。有科学家认为，可能是它曾经历一次或多次的严重碰撞。此外，天王星也有微弱的光环，二目唯一的强烈火山爆发，对习惯了沉静的月亮的人来说，木星的这颗卫星如此活跃，会让他们很不习惯。木卫一有数百个火山，是太阳系中最活跃的卫星，喷射的物质可飞到400公里高的太空。三，火星有最大的火山。虽然火星现在看起来很安静，但过去可不是这样。火星上的奥林匹斯山是太阳系中发现的最大的火山，面积602平方公里，高达25公里，是珠峰的三倍。四，火星也有最长的峡谷，马里内斯峡谷长达4000公里，是地球上最大峡谷的10倍多。火星上活动板块构造的缺乏，使人们很难弄清楚峡谷是如何形成的。五，金星超级强风。金星表面上有高温高压，刮起的风比星球自转的速度快50倍，风速达400公里每小时，而且飓风的风力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强。对人类来说，这就是地狱。六，到处都是水冰，水会融水的低温下固结的冰。水冰曾经被认为是太空中稀有的物质，但事实上水冰存在于整个太阳系中，不仅水星和月球，火星两极也有冰，甚至更小的天体都有冰，比如木卫二、土卫二和古神星等等。七，太阳系中某处可能有生命。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太阳系其他地方存在生命的证据，但当我们更多的了解极端类生物如何生活在水下火山口或冷冻环境中时，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现在人们认为火星上微生物的生命很可能存在，而木卫二冰层下也许藏着海洋，那里也可能存在微生物。八，冥王星上的山脉。冥王星是太阳系边缘的一个小星球，所以起初人们认为这样的矮行星会有一个相当均匀的环境。实际上那里有3300米高的冰冷山脉，由于地质活动需要能量，冥王星内能量的来源是一个谜。毕竟它离太阳太远，没有足够热量，而附近又没有大行星的重力影响。九，太阳系中到处都是星环，土星环很早就被发现，但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也都有环，而且不同行星的环各有特点，像土星壮观的环可能来自一个破碎的卫星。环也不限于行星，例如天文学家发现女凯龙星，土星和天王星之间的小行星也有环，这么小的体积为什么有环是一个谜。十，木星的大红斑正在缩小。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也有太阳系最大的风暴，被称为大红斑，16世纪以来已经被观测到，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它能持续几个世纪。不过最近几十年又出现了一个谜，大红斑越来越小，到2014年尺度只有16500公里，约为历史最大测量值的一半。11，太阳系边缘可能有一个巨大的行星。加州理工大学的天文学家基于数学计算和模拟推测，应该有一个远超海王星的巨大行星存在于太阳系边缘，但要找到这个真正的第九大行星可能需要数十年。12，天王星有一个奇特的卫星。天王星的卫星天卫五在表面上有奇异的特征，锋利的边界分隔了山脊、陨石坑和其他东西。这个直径为500公里的物体上发生了什么是一个谜。科学家们猜测，也许它曾被粉碎，然后再次聚集，又或者是陨石撞击，导致部分地表暂时融化。13，土卫八是阴阳脸。土卫八有一个非常黑的半球和一个白的半球，使得它如此特殊，有人认为是另一个卫星撞在它的表面，
也有人认为是碳氢化合物的火山爆发产生氨吧。14土卫六有液体循环，但绝对不是水。土卫六拥有一个液态的循环，在大气和地表之间移动，不过其中充满甲烷和乙烷。另外，土卫六的大气非常厚，需要雷达来探测宇宙飞船的视野。15土星的六角形风暴。土星的北半球有一个被称为六边形的风暴，它与飓风有着共同的特征，已经存在了至少几百年。16太阳的大气比表面热得多，虽然太阳的可见表面温度是5500摄氏度，但它的上层大气日冕的温度高达上百万度，为何会有这样巨大的温差？目前还没有人能给出较好的解释，聪明的你都答出几个呢？精彩推荐，科普中国军事科技前沿微平台 Military 2016，联系我们 kepu@gmw.cn，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